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的经销商，我姓张。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干线廊坊镇水口果园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树，我们是在撞果期，用了我们的巧克力，大概是7两一颗，浇湿，兑水的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片比较的绿，也比较厚。很有光泽，还有这个果实的话，转色都比较均匀，果皮也很细腻。今天我们测了糖度，是15.9度。然后讲什么了？整体来讲，用了巧克力很满意，今年的定果价格也还好。好，对谢巧克谢。力的效果满意吗？满意，以后还会不会继续用？明年继续用，是不是要大力推广？是大力推广，用了巧克力的都知道。